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来我家逛 CosCup 2011之工作人员篇。好，那我们请眼前这位也是常务组的，常务组都在这边被我逮到，那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你的手遮住了你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对不起。好 ，LSC， LSC 是什么的缩写？这是本名的，就是本名的三个，就拼音的那三个开头。OK， 好，那你自己平常喜欢人家怎么叫你？LSC 好吧。OK， 那我想要请问你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哦。好，第一个是你来 CosCup， 虽然你大部分时间应该都在外面啦，不过你最想听到哪一类议程呢？因为像就是最近换手机嘛，然后其实一直都有在看一些那种就开放原始码软体的东西，然后最近换了手机就是用 Android， 然后换哪一支？没钱的，就是 LG 的便宜手机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可惜不是在场的赞助商，赞助商那一支，不然我就可以又要拿出来讲。没关系，好，就只要是便宜啦。OK， 我自己就像我这支，其实我自己是抓别人做的那个软体来换的。其实现在对那种，因为感觉像这种东西越来越好了。嗯哼。就是有些技术也在出来，然后就想来听一下哪些技术，听手机的相关技术这样吗？对 ，OK， 好，那今年的疫情应该蛮适合你的。好，那来 CosCup 就是要交朋友啊。那你最希望在 CosCup 遇到哪一种人，哪一类的人？怎么讲呢？其实没特别什么目的啊，就是没特别什么目的。对，不行啊，来要交朋友才有60分啊。刚前面总招有讲，对。我其实就是高中生嘛，然后就是被同学拉过来，叫线路组。被谁拉过来？被线路组有一道陪练的教我。OK。对，然后就是今天就主要来体验一下这种大会的气氛。体验一下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是高中生，然后像这次好像有高中生聚会。是啊，高中生聚会。对，然后就是可以想认识一下其他学校大家。所以其实想认识一下其他学校的正妹，我懂。对，我才不是想认识正妹。哦，是吗？所以不想认识正妹的意思？不是，不要。好，算了，我们不要越来越远了。好，那我们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说拜拜吧。拜拜，谢谢你。